鄂豫高速公路鄂西段是湖北境内最美的高速公路，但同时呢也是最危险的高速公路。然而在长假期间，这条路上出现了不少奇葩的事件。看，这是在表演高空特技吗？竟然爬上世界第一高悬索桥四渡河大桥上。当高速交警赶到时，两位大哥已攀爬到距桥顶200米的地方，桥下车辆穿梭不息，真是相当惊险。交警不能贸然鸣笛，只能通过喊话打手势，最终啊，算是把两人引导了下来。你是当地的是吧？你呢？是。为什么爬呀？他就想锻炼一下自己的胆量。锻炼一下胆量是不是？你这爬是这么危险是吧？你看这来往时，你万一搞不好，那么一脚一滑，你不下去了？这世界第一高桥。下次再不允许了，你要妨碍公共安全的话，你该拘留的还是可以拘留的。除了这两位爬桥的大哥，再看沪渝高速白杨塘收费站附近，一辆小车违停在了应急车道内，而且一停就是20分钟。就在民警检查小伙子驾照时，发现了问题。你的驾照什么时候拿的？啊？今年4月份。你开车开多久了？开了2-3个月。开了2-3个月。你这边实习期是不允许上高速的，知不知道？有老驾驶员在旁边。啊，按规定，实习期驾驶人驾驶机动车上高速公路行驶，应当由持准驾车型驾驶证3年以上的驾驶人陪同。但车上的另外两位亲戚啊，并没有取得驾照，小伙子还要接受200元的罚款，记6分的处罚。